啊，这个是当下美国发生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这个抗议问题。那么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头呢，啊，实际上不止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头，在西方也是啊，开始说是不是中国版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了美国。那么呢，在这个话题之前，我要介绍就是三篇文章啊，一个文章就是这个啊，美国的Fox News 的著名的一个主持人，他呢，他在这个节目里头呢，他就提到了这个啊，文化大革命来到了美国，Tucker Carlson。啊，这个他的英文名字叫 Tucker Carlson，对，他是一个个人谈话节目里头花了10分钟的时间，那对，么我这经常个看的谈是话他。的节目时间呢，中国人啊已经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这是一个。那么这里面举了一些例子，也许张先生待会会提到，就是说这个啊，中国文革时期间啊，儿女举报父母亲，最后被树为典型啊。那么他讲的是这个俄罗斯的一个例子啊，这个13岁的孩子把家里的人亲人举报，最后亲人被枪决啊，他的父亲，最后他被斯大林视为英雄。那么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发生，就是有孩子举报父亲在BLM 问题上啊，支持黑人啊，在美国也有被举报，而且并且被认为是一个啊行为模范，这一个。另外，在中文世界里头呢，那么著名的经济学者何青莲女士呢，啊，她在《上报》有一个专栏，写了一篇文章叫《打碎旧世界，创造新天地：美国文革正在进行时》啊，她认为中国版的文革啊正在美国当下发生。另外还有一篇文章呢，是这个著名的海外写手谢冰先生啊，他写的一篇文章，叫做《美国文革运动考察报告》啊，正好是中外的这个观察者们一起就是关注了这个文革在美国发生的问题，所以我想听听张雄先生啊，张雄先生，你同不同意这三篇文章的一个基调？我觉得，对不起啊，这三篇文章的基调我都同意。不同意，我认为美国正在发生文革，美国版的文革，其实。人类哈，你看，如果你看人类历史哈来讲，它基本上呢，如果你按民主和专制来说，就两类社会嘛，一类是民主的，一类专制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叫什么那个君主立宪呐，或者共和制，它这个两个可能之间啊。那么，为人类的政治管理基本上呢是有两个诉求，一个是自由，一个秩序，对吧？你如果说呢，有的时候民主要做过头了，变成多数人的暴政，就没有自由了。而如果你要是专制做过头了以后呢，你看着像那个希特勒，或者是像中国秦制那种，那井然有条，那家里边人都是没有一点自由。但是他秩序很强啊。但是呢，只有一种社会，就是制度形态，就一种社会形态出现了什么呢？就是他把民主极端民主的最坏的这种，就是说完全没有秩序。和这个专制极端最坏的完全没有自由，这两个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文革。文革可以说是人类悠长的历史，也就是有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最坏的一种社会形态。而这种社会形态呢，基本上是属于什么呢？它具有极端民主、多数人暴政下的混乱，它又有极端专制下的奴役和毫无自由。美国现在为什么我说它符合这个标准？你看，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比如说什么是这个极端的这个极端的多数人暴政，对吧？这个特别混乱，比如 defund the police，他把警察就不让就取消警察，甚至有的是反政府的，而且现在关键有法律他也不遵守，而且呢。这次乔治·弗洛伊德，被这个死亡了以后，所有的这个各个大民，主要是民主党控制的主要城市，打砸抢烧杀，无恶不作，也就是说，他彻底的没有秩序了，啊，那么另外他也没有自由，为什么呢？你说这些人自由是少数暴徒的自由，对吧？这个。
哪里有老百姓的自由？你敢去？我到芝加哥，比如我在芝加哥郊区，我开车一个小时到芝加哥市中心，我在街上我喊一句，我说什么？我支持川普，敢吗？我是不敢，我是打残了得，对不对？那你说现在那个《柳叶刀》本来是个学术性杂志，就是因为川普呢看上那个药叫什么的 chloroquine 啊 ，hydrochloroquine。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就特地发表一个说全世界六大洲是多少80多个国家采的样的数据证明 chloroquine 呢它有害。这种药已经用了60多年了。最后怎么办？人家说你数据在哪给我看看，没了。是吧，科学家就为了这个政治正确在造假。以后你还有人相信科学吗？对不对？就包括德国一个教授说什么？说这个也是有关的，还跟美国也是一样。他说，某些族裔受在学术界受到特殊照顾，他们其实并不合格。结果所有群体教授奋起来反抗他，来指责他，骂他，说他种族歧视，对吧？结果你看啊，科学家都变成政治家了。也就是说，现在等于呢，这种多数人的暴政已经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啊，所以呢，我就讲它是一种最坏最坏的形式。两种极端的恶都存在一起的，既有多数人的就是没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秩序，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秩序。嗯，对。然后呢，另外他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说是美国文革？我们看文革的时候，我们只是关注在他，或者看共产主义，只是关注他发生。在发生的时候，它出现很多恶果的时候，我们关注的那一段，其实不是的。像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文革，那他得把这个从至少从土改、镇反，对吧？然后什么胡风反革命集团呐、啊，然后工厂改造啊，然后是反右啊，然后是那个三面红旗大跃进呐、啊，到文革，社会主义改造、文革等等，就他一系列这样的活动下来。他把人脑子彻底洗到什么呢？你以前的标准没有了，就是亲不亲阶级分，只要是富的你就是坏的，只要是穷的你就是好的，啊，只要你是崇拜毛主席你就是好的，你只要你质疑，哪怕你根据常识，你就是坏的。他必须把人的脑子，而且绝大多数脑子认可的这种，他把旧的标准黑白颠倒。对正负颠倒，对错颠倒，把这些东西全部颠倒了，他建立一套新的标准，与那个相对的，这种情况下他才可能发动文革的这个东西。你看毛泽东刚才我说了，是有这么多洗脑他发动了文革，对不对？这么长时间美国也是一样啊，他从二战以后基本上大批的犹太知识分子从欧洲来到了美国逃避那个被迫害，这个美国接收了他们，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他们来了以后，很多人进入了教育界，开始推行这些反基督教的这些左倾，基本上马克思就是犹太人嘛，对不对？把这些左倾的思想灌输到学校里边去，比如说正常婚姻和这个乱伦也好，同性恋也好，我告诉你，同性恋婚姻那是更加值得荣耀的，正常婚姻呢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对吧？白与黑什么标准我就不多说了啊。他总之呢，他把这个这种标准给你颠倒了，然后给你不断洗脑，不断洗脑，不断洗脑，让你否定传统，对吧？真伪、美丑、强弱、高低、好坏全部给你洗脑。这个洗脑过程完了以后，他接着利用一种社会不公这种事件开始什么呢？开始这个把它渲染成一种按照新的标准，告诉你，这种新的标准就是以阶级来划分，以贫富来划分，以种族来划分，肤色来划分等等的。然后他建立一个道德的权威，对吧？这就是说，我这个标准现在变了，不是什么，比如说以前说你做好事你是好人，你做坏事你是坏人，对吧？你信这个圣经，你信耶稣，你是好人，对吧？你无神论，我可能不愿意信靠你，不太敢相信。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什么呢？只要你是黑的，你就是好的；你是白的，你就是坏的，对吧？你是女的，你就是好的；你是男的，你是错的啊！你是正常婚姻、正常男女，你就是坏的。你这个，如果你不同意啊，你不同意这个，不支持同性恋婚姻啊，我没说同性恋啊，我说同性恋婚姻，那么你就是坏的。等等，他就把这个道德呢全部给你颠倒，然后建立个新的标准。那接下来他用新的标准，因为你大多数人都洗脑了，怎么办呢？说好，
你听到不同声音，他们就是最邪恶的，你们就打压他。这样的话呢，造成一种多数人专制，少数人的恐惧不敢表达。也就是说，美国最强调的什么是自由，这个社会到现在为止，而且像罗斯福对吧，那还是一个左派的一个政治家，他讲四大自由，什么自由对吧，首先第一个是啊，什么自由，言论的自由，第二个什么自由，敬拜的自由，第三个什么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第四个什么自由，就是免于匮乏的自由，第四个是胡说八道，我就不要理他，前三个咱们假设是对的对吧，那你第一个你有没有说话自由，现在有吗，你在科学界你敢说一声说我支持川普，不敢了对不对，那么这个你免于恐惧，少数人我不同意你黑命贵，我认为白人的命也重要，他敢说吗，他非常恐惧，他不敢说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是他已经失去了自由，他奴役已经形成了，所以本质上来讲文革就是一个彻底的混乱，彻底的专制，而现在呢在美国混乱是肯定的，而专制也正在形成，多数人的暴政，而自由呢，实际多数人暴政本质后边是一小撮极左分子，他给你设的一个标准嘛，对吧？那么有恐惧无自由，所以从本质讲跟文革是一样的。这个我的嘉宾啊，谈到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他们不赞成啊，这个文革呀是在美国的一个重复或者一个复现，是什么原因呢？他们认为这个中国的文革啊，是政治领袖，中国的这个最高层领袖操纵人民啊，达到自己私利的一种运动啊。他说这个在美国不是，他美国说是一种底层的人民的一种反抗啊。那么用另外一个嘉宾的说过的话说，就是底层民众争取经济平等啊，类似这样一种啊运动啊。那你怎么看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样的嘉宾说这个话，就是没有看到本质，只看到现象了。为什么这么说哈？首先一个，我们看看美国这里边啊，底层，我就这么跟你讲，我的一个原来我有一个合作伙伴，他的爷爷当时就是大萧条的时候，他们家非常惨，就没工作呀。他从 Oklahoma 到底特律。我开车大概要20多个小时，要2天时间才能开到这么个距离。他们兄弟7个人大概是步行到底特律这找工作去。他那个时候非常苦啊，那家里没吃的没穿的，都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对吧，再往前倒，美国19世纪中工人大罢工也都闹过。但是最终美国没有形成一种革命，说明什么，什么底层的诉求你可以有，但是你底层诉求并没有导致，在以往并没有导致社会标准正负是非观念的变化，也没有导致一种打砸抢烧杀把这个整个社会秩序搞混乱的，没到这种程度。到这种程度，那么到现在什么程度，到这种程度就是因为他有仇恨，仇恨到了他要干掉这个系统啊。那么这些他为什么达到这个，就是说他本质上是拜偶像，少数一帮人他树立起一个是非道德标准的那种偶像，这些人是蜂拥而至来支持他，最后达到一种什么呢，多数人的暴政。其实文革跟他本质是一样的，无论你是一个领袖，你还是一群少数人，你还没有建立个人权威，但是你树立了一个道德的一个高地，是一回事儿，对吧。当时毛泽东他经过中国人，他当时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直接与他3年灾害的时候，对吧，老百姓没吃没喝的，但是当时没吃没喝的情况下，中国这边还要支援世界革命，还要挖地3尺把他们存粮全部给你挖出来拿走，让他们饿死。他们饿了以后想出去逃荒，民兵村干部命令民兵守在门口，拿着枪口对着他们，谁出村我就打死谁，对吧。然后这些村干部呢每个月一次打牙祭，要给他们这个出去吃一顿钱，这样维护他的统治。所以说呢让老百姓呢，因为他这个 misinformation, 他认为哎这个毛主席是伟大的，而这些人地方干部都是坏的，所以他们特别卖力去砸烂公检法。今天在美国也是一样啊，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这个坑害他们都是这帮警察，都是这些系这个现在的体制系统，所以他就要说你一种有系统的一个歧视嘛，才造成实际
他们底层人他要反抗的是他的境遇，他的境遇怎么造成的，是吧？如果说你能够不断的拿到这个救济，你能够说我跟不少女人去生孩子，生了孩子以后女人这边属于单亲孩子，那么不用结婚，她单亲孩子她能够得到政府的救济，拿到政府救济她分给我，我说我就好逸恶劳，我不工作，我也不成亲，不结婚，造成一种 85% 的单亲家庭，这样造成一种文化。你这种情况下你造成你的，而且呢那个胡平先生曾经有，我看他发了一个推文，他说了华人为什么很少受到警察击毙，因为一旦警察来了我们配合警察，对吧？你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咱们到警局说事儿，甚至我们走法律程序啊。但是呢他谁给他造成一种文化，说你黑人是有理的，所以说呢在警察你要反抗，所以这种反抗导致警察自己处于生命危险之中，他有的时候不得不开枪，对吧？这些很多事情，如果你要是做一个公开的环境，开放的环境，我们大家可以以诚相待，我们大家可以讨论，我说错吗？还是对了？你说对还是错了？这没问题。现在首先扼杀了自由，不让你这些人在说话，对吧？你如果你不支持黑名贵，你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第二一个什么呢？他在信奉着一套是非道德标准，这些道德标准是他的偶像，谁也不能破坏，谁破坏我跟你拼命，这个本质上没有区别的。他是底层运动。但是当时中国也是有底层，我就意思说中国也有底层运动，底层没有那么大的愤怒，没那么大仇恨，这种仇恨是伟大领袖引导他们的。现在他们没有对这个黑人的仇恨，他们不知道是美国这些左派政客们把他们给置于贫困，把他们置于混乱，这个反这个这种反动的思想之中，然后呢让他呢再去给你树立一个敌人，让他去反对去。对吧？当时在国内是对象的公检法，这里边是警察局，一样的事情。好，